口配几都唔叫冷，唔系咯，头先长 Q 啊，嗰条几千蚊喎，德哥吓，千几蚊，搬顿国能两大师傅千几蚊，国能都叫大师傅，哇真系，系嘛，我都识少少，系啊，今晚都搏嘅，咁样系啊，阿德哥啊咩奖金大王嘛，咁啊大家留意下搬顿啦，系啊，嗱呢排我又关心紧咧，就即系我就好关心我嘅祖国嘅，系爱国，爱国行为啦，即系呢排唔知点解，即系一谂起祖国嗰啲情况咧，我就有时间唔中就眼泛泪光。呢排停電，係哇！我真係覺得呢啲別有用心嘅傳媒咧，就係成日整啲假新聞，搞到啲國家係咪真係咁大鑊冇電咧？都話國家能源局認咗真係真係偶然事件，偶然間唔中，我唔信咯，我唔信咯，即係天寒地凍要停電，真係好冇陰功啊！國家官方發言喎，已經講到咁啊！呢排啊，上網睇下啲即係邪惡。帝国主义嗰啲媒体啊，啲阴谋论嗰啲啦，咁啊好多种讲法啦。嗱，主流讲法就话，因为就煤价贵，因为中国都仲系大部分嘅电力系靠火力发电，即系烧煤。咁啊，而烧煤咧有一半以上咧，即系大概50%到55% 嘅煤嘅输入咧系要靠澳洲。咁啊，澳洲嘅煤加咗价之后就大咪镬啦。咁啊，即系面粉啊贵过面包，咁啊，索性唔生产。冇同澳洲交货啦。唔系澳洲啲煤又冇加价，系大陆话唔买佢啲。系啦，唔买系啦。咁搞到内地嘅煤就贵。系啦，咁呢个主流讲法啦。咁另一个嘅讲法就话，因为地方政府就钱唔够啊，即系好多啲电厂系地方政府 hold 住噶嘛。咁地方政府唔够钱咧，佢要向第二啲省份去买煤咧。咁嗰啲省份咧又。不是我自己人咧，佢加价，加一倍。系啊，咁啊又大镬啦，就即系唔买澳洲煤，咁咪买内地土炮陀地煤咯，陀地煤又买唔起，咁就大乜镬啦。唔系咁卖俾佢嗰个咧，就又冇计下自己够唔够啊？系啊，见钱开眼卖咗先，自己唔够啊。系啦，点样卖完之后发觉，都冇米嘅喂，顶咁啊又仲有听讲话，好似有一个好似内蒙啊，话即系内蒙都出煤噶嘛，好似主管。煤买卖国有嗰啲好重要嘅官员咧，唔知点解离奇，好似抑郁又唔知点死咗，又死咗，大家 fact check 到噶呢啲。系咪嗰个咩个名？寻日新闻好劲嗰个啊？咩？总之叫佢开条数出嚟咧，开唔到又唔知，之后转个头又死咗啦。咩恐袭咁样啊？叫系咪嗰个？好似系，系啊系啊，好似有个恐字，系啊，类似好似系。呢叫咩容恐袭定系比恐袭？类近啦，好奇怪，得人惊啊！好奇怪，不过呢个都唔够劲。我觉得最劲嗰个阴谋论咧，哇！我真系睇完之后咧，直情系科幻小说，真系唔攞冠军都真系唔得。佢就话预计准备要。中美要嚟一场硬仗，唔系嘛？热战之前咧，其中一个嘅演练咧就系话，即系你打仗正常啊，当我系中国啦，当阿蔡你系美国啦，你一派轰炸机要炸嘅。正常都系炸啲重要目标啦，啲炼油厂啊、石油储存库啊、电厂啊嗰啲咯，电厂啊系咯，系啊，即系炸核电厂啊，大哥，系啊，唔系一齐死，系啊，或者唔使炸嘅，因为我仲好之前好耐之前讲噶嘛，打伊拉克战争第一次打阿萨达姆嘅时候咧，嗰时波斯湾战争。要射飞毛腿，即系要射导弹啊，战斧巡航导弹之前要空袭伊拉克同埋呢个科威特之前咧，美国佬喺五角大楼揿咗个掣啊嘛，攞嚟做咩？嗰个掣咧就一揿咧，就成个伊拉克全部电厂停电。哇，咁犀利！因为嗰啲伊拉克嗰啲电厂嗰啲电脑咧系全部用美国货嘅。哦，原来入边一早已经咧，因为伊拉克同美国 friend 噶嘛，原本系咁啊，全部有晒病毒嘅，不过佢唔发作啫。系一揿个掣，五角大楼一揿咧，一揿全部。电厂停电，冇得反抗啦。系啦，咁啊，之后就射导弹啦。哇！跟住炸到你稀巴烂。系啦，而咁中美咁会唔会咁咧？即系江湖传闻，我都系听阴谋论啦。咁话如果即系今次话点解会停电咧，就系要一个演习啊。哦，试下即系佢人为特登禁熄啲电厂，会点？试下全国大规模停电之后，民间会有啲咩反应？哦。咁即係因为佢即係走火警演習啊！佢哋买咗太多 Intel 啦，
嗰啲咁嘅晶片啦，佢哋預計有機會根本全部都係用美國晶片嘅。係啊，有機會會唔會美國一撳個掣？係啊，啲電廠全部所有手機啊、電廠啊、電腦冚唪唥停曬咧。係啊，係啊，咁啊死得。咁就一個演習啊，就等俾個反應俾民間啊。嗱，嚟緊真係可能會大停電，唔知咩原因，大家醒水啦，咁去淘寶買定個發電機擺屋企啦。哦，咁呢個英明喎，係啊，呢個國家英明嘅一個即係演習先。對於為未來做好準備，是啊，邪惡嘅美國嘅美帝嗰啲咁嘅陰謀咧，係冇辦法成事嘅，啊，因為我哋已經做咗演練啦。我哋偉大中國啊，一人攞一督口水啊，你啲美軍都死啦。咪咯，成個太平洋啊，都起碼升高三尺啊，一齊攞落去咔嚓咁啊，勁啊！所以覺得好奇怪咯，即係點解會今次停電？我唔係諗唔明。唔係我諗，即係基本都意外超出負荷咯。佢話檢查維修啊嘛。诶，呢啲藉口嚟嘅啫，好地地都会坏得噶。你无端冬天嚟咁样，突然间又话唔够电，咁你好明显就系发电厂唔够供应啦。咁，你发电厂唔够供应，同赌马一样嘅啫嘛。你冇子弹，你第八场明明嘅奖金大王赢 Q 紧嘅，你都冇钱买啦，系咪先？咁你发电厂唔系喎，赢咗啊？变屈神咯，唔系吓赢咗啊？屈神啊？哦，跑屈跑屈神啊？唔知乜神啊，乜神啊，辣神啊，瘦神，哦，辣神，瘦神，瘦神，我瘦神，瘦神，哦，同埋你瘟疫啲工厂都未复晒工噶嘛，点可能啲工厂用咁多电咧？呢唔系咁句藉口嚟嘅啫，你大陆乜嘢都多噶啦，真系唔明咯。大陆粮食又多过人，但我睇 TVB 咧，我就睇 TVB，TVB 好少讲噶，即系够胆讲，即系而家成日都话 fact check fact check， 我真系。即系咩都唔敢信，咩都唔敢讲出嚟，咁大停电即系廿一世纪。你中咗六合彩咁唔敢信啊，德哥，唔够胆信。唔系我都唔会讲。我睇咧就见 K 宝同 Will 咧个新闻都仲有报紧嘅，都有即系访问到广东省啲人嗰啲情况，咁佢哋都好轻描淡写讲话系啊，夜晚黑掹掹啊，成条街冇晒啊，连红绿灯都冇埋啊，咁样咁即系。我哋成日覺得大城市，除非譬如話行雷閃電或者地震嘅啫，點會話因為供應不足冇電呢？咁即係呢啲同我哋係巴西先會停電嘅啫。係啊，唔係香港即係已經夠出位嘅啦，地鐵。炒車真係呢個聞所未聞，哦啊，但係香港真係地鐵炒車啊嘛，啊啊即係嗰次係出軌噶嘛，你嗰啲出軌係啊，係 啊，你又冇得賴話人哋掟嘢落去啦，你自己嗰啲喺隧道入邊炒嘅，即係啲基本上即係呢啲冇可能發生嘅嘢，咁而家就發生緊啦。嗯，好啊，咁啊，即係大陸都唔係咩噶啦，偉大嘅祖國，咁話要節省糧食，咁跟住而家又話冇電，可能係冇煤，咁我諗。他哋都係打緊一個好殘，即係好慘嘅仗咯。但係仲要係顯露出嚟，係話自己好勁嘅。我哋都係好擔心佢，我哋好愛國噶嘛。即係我話冇理由嘅。你平時食飯咁樣，你賀年飯又好咩都好，一定係成台都係咁啊！七個人食飯，起碼要叫二十碟嘢噶嘛。即係好似啲以前老一輩嗰啲上海人咧，窮到單吊西都仲要啊！即係件西裝要睇得下，但係入邊件底衫穿曬窿噶嘛，要咁噶嘛。即係你而家又搞識食，跟住咧嗰啲。叫做外國嗰啲名牌嗰啲肉類又入唔俾佢入境啊！咁啊呢啲即係懲罰呢啲美國嘅契弟澳洲係應該嘅，係咪先？咁但係而家搞到連煤都話冇，咁你真係冇乜可能嘅。係，對於啲人民係好痛苦嘅。我真係我又覺得冇乜可能，即係條數真係計唔掂，因為你又有咁多水力發電，又風力發電，又有核電。跟住賣咯，死啦！最慘。跟住你工廠主要嗰啲重工業啊、大型用電嘅工廠，其實都好多去咗東南亞噶啦嘛。即係你相對嗰個用電量係少咗。即係其實即係唔講大陸，講翻香港啊。即係啲人成日講話，即係兩電，即係講緊係廣燈同埋中電，都而家仲有嗰個叫盈利保障啊嘛。佢其實不斷係生產一啲香港人用唔到嘅電啊嘛。咁佢系计嗰条数，系用翻以前香港仲系有好多工厂嘅时候，即系冇我照泵电啫嘛，系咪先？但系而家香港已经又冇工业啦，全部搞高科技啦，仲有未计而家好多嘅用电嘅设施系讲紧系好非常之节能嘅，即系以前就话用钨丝灯胆啫，但系而家一个嗰啲叫做 LED 咯，系咪？最劲系应该 LED 啊嘛，悭电到阿妈都唔认得噶嘛。系咪先？即系等于以前系可能五个 percent 六分一，六分一系咯。
你而家其實啲設備係極度慳電嘅。嗯，其實正常嚟講係用電係少咗噶嘛。係啊，咁你仲你點可能冇電咧？咁我真係諗都諗唔明啊。唔係，咁佢可以咁解釋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佢哋嚇啲解放軍同志聽緊啊，即係幫我哋轉達一下啦、啊。你下次可以咁講，有習總係福氣嚟㗎、啊。因為今年咧，中國已經係宣布咧脫貧成功㗎啦。咁脫根本中國都冇貧窮。唔係咁又唔係，真係有呢個係偉大嘅即係。项目啦，脱咗贫，唔知有钱啦，有钱以前买唔到电器嘅，而家咪买咯，啊咁跟住六亿人全部脱晒贫啦，脱晒贫啦，咁咪个个买多啲电器咪用电多咗咯，光荣嚟噶，但系你睇光荣啊，你睇电视我当你二十四小时 non stop 咁样睇，有暖气机都顶你，你穷嗰阵时边有暖气机啊，烧炭嘅啫嘛，大哥嚟，唔系，但系嗰啲好似山西嗰啲住喺窑洞嗰啲，佢哋系瞓嗰啲火坑噶嘛，即系张床下边有个可以烧木柴啊，咁就暖张床噶嘛，嗰啲正过暖气噶 ，B B Q 咪咯。唔系死噶，干煎唔系乜日本嘅串烧咁样，系啊，即系谂唔明啊，真系谂唔明啊，系啊，阿德哥有咩睇法啊？喂，谂唔明啊，真系，我真系估，我真系冇，我觉得嘅现代世界呢啲，我唔想信，佢哋讲新闻又讲又好咩，即系都啊。一个大国家有呢啲咁嘅小瑕疵啊，即系等于即阿里巴巴上唔到市咁样小瑕疵嚟嘅啫，都影响唔到嘅，下次唔好啦咁样啫。唔系，都究竟国际有冇影响佢个形象都唔鬼理噶啦。系啊，不过嚟紧又即系又你话两会开咩？而家唔知后唔开咩两会啊嘛？咩谭耀宗又想话去开会啊嘛？嗰啲又话唔知又倾啲乜嘢？嗰度如果停电就大剂啫。你廣東省停電即係大停電啊，咁都係唔會嘅。同樓又大停電啊嘛，樓又大停電，又製造咗好多即係生命出嚟啫。你廣東省大停電，嗯，即係今時今日都即係冇乜影響，大家大把手機啊咩嗰啲咁嘅乾電池啊，咁後備電源啊、尿袋啊咁拎出嚟插電㗎啦。咁大家有曬啲準備㗎啦，係咪啊？但最慘係未睇到啲片啊！咩片？即係以前話，譬如嗰啲咩三峽大坝有事啊，或者係兩三日咯都。震啊！嗰啲即係會有啲片流出嚟噶嘛，即係譬如北京嗰一次咩六月飛霜加落雹咧，有水浸嗰啲，即刻轉頭就已經有片噶啦嘛。好少量嚇。但係今次停電又唔見話好多片流出嚟，我都所以覺得好奇怪嘅。嗯，少少咯，唔係咁我諗相就有。新聞咯、啊、因為他哋有啲係send去電視台嗰度咁之類有啲咯，咁又唔係話好凄慘，跟住有啲人周街跑好驚咁，不過就即係好凍冇電咁之類咯。咪同埋你北京作為首都，我諗佢哋嗰個後備電源基本上係作一個叫做軍事準備㗎啦、差唔多你北京原本所有個發電廠停曬啊，佢都照樣啊係有燈嘅，因為你作為一個即係領導嘅中心嘅話，你如果突然間夜晚嗰度冇曬燈，好容易俾人襲擊噶嘛，所以唔可以冇電嘅，應該準備得好。咁你廣州嗰啲熱河下斜嗰啲嘢就即係係嘛，即係同屙尿一樣啦，係咪先？你由上邊屙到落嚟，去到廣州係冇咁啲噶啦，係咪先？不過有聽過有另一個陰謀論咧，就話解放軍啊，可能研究緊一種電力武器、超新型嘅武器。嗰種超新型的武器的使用咧，係個測試嘅時候係需要大量電力。就傳說咧，就話要係好多電廠嘅電力咧，係單一要輸送去到呢一個嘅機器上邊。嗯，跟住咧就搞到咧。全國大停電，呢啲即係 Iron Man 嗰啲橋段啊！哦，即係美國隊長誕生嗰剎那，係啊，就係、當時個戲入邊咧，就好瘦削嘅美國隊長參與呢個計劃，啊、打咗啲某啲液體之後、啊、入到部機器咧、啊，要好多電嘅，係啊，就是、用紐約市。三分二的電力是、啊、去做一個大的衝擊是、啊是啊、跟住就全市會突然間停電，不知道多少分鐘是、啊、可能就是那些咯，就是那些咯，即是有中國的隊長出現的、啊、但可能就因為解放軍在算術上面就不夠精準、哦、原本想著幾個鎮沒電，但搞到半個中國沒電
或者可能是有幾個中國隊長呢，是中蘇嚟嘅中國隊長咁樣咯，可能是有一紮中國隊長咯。你 American Captain， 我哋一定有呢個 China Captain。正常就一個中國隊長就戰勝一個美軍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咁而家美國都係八九個啫嘛，咪幾個咯？誇啲喎，大佬！一个喺海嗰度，你话点样无端飞过去打冧只航空母舰？点知识飞啊，隐身添啊！夸张真系。我休息阵，转头翻嚟再讲啊。蜗牛加龙虾尾，牛柳龙虾尾加龙虾尾。咁我嘅做人嘅宗旨咧就系食物咧就一定要同朋友分享嘅，分甘同味。系啊，我又我最憎咧就系独食嘅，唔好咁多人、啊。除咗饮酒之外，饮酒我就独着嘅。咪咯，因为你条友仔咧唔识饮酒，嘥咗我支酒。咁、但系其他食物咧就大家都识欣赏，所以我咧就将两只龙虾尾加和牛牛柳咧就留到圣诞、就同朋友一齐分享哦。咁啊，唱住歌，盏下灯，唱下圣诗，咪咯，讲下耶稣，系咯。阿德哥咧，德哥圣诞点过啊？德哥，圣诞对住部电脑，咁跟住喺度打字，打字。点声啊！打机就好少打啦，已经打机啊，唔系打机啊，打咩啊？打机啊，飞机啊嘛，打飞机啊，打机啊，有飞机打而家唔打飞机，咪咯，唉，已经麻咗又冇得打，系咯，真系限聚令喎、对我啲老人家嚟讲啫，都系冇咩嘢好用。行山又惊俾人话你去赏咩啊？赏樱花哦，系啊系啊，咁又俾人闹咁嘅，就除咗口罩。咁啊，留翻屋企打，唯一系打边炉咯，打边炉咯，又继续打。有冇得网上打麻雀噶？四条友约战，有嘅，都有嘅，哦，都得嘅，哦。啊，不过又唔系 Zoom， 大把啲博彩赌博网啊，网上打麻，云内麻雀啊，网上打，网上玩嗰啲咩德州扑克啊，咁嘅赌场实有嘅。咁你睇下会唔会沉迷落去，跟住又执玩玩下变赌真钱啊？咁跟住呢啲实有嘅。但又爭啲啊，因為我唔識打麻雀咧，但有時睇啲屋企人咧打麻雀咧，即係始終都係要四方城四條友坐埋喺度咧，甩下甩下拍下拍下，跟住就講粗口，哇！咁你食埋啲咁嘅嘢，跟住就拍台啊嗰啲，眼神啊，眼神係啊，即係嗰啲先過癮嘅，係咯。唔係咁啊，你即係四個人打都有個風險啊嘛，咪所以啲人根本太耐冇過門啦。尋日咪爆咗單，尖沙咀66樓。豪宅变身百家乐私斗，跟住咧就破获2000万现金筹码，哇！如果六十六楼系得嗰栋嘅啫，六楼即系 K 十一嗰附近嗰扎咯，唔知啊，可能佢跳白色嗰栋啊，总之系得嗰栋嘅啫。月租10万，个单位月租10万蚊，月租十万，咁样就租咗嚟即系搞百家乐，咁啊私斗咁之类，因为你根本过唔到澳门嘛，咁啲人又上唔到赌船，又中意赌钱。又中意賭錢，咁你同啲朋友賭唔到咁大噶嘛？一定要有個大莊，好似阿德哥嗰陣時去德哥屋企燒嘢食，跟住啊嚟啊三公啊嚇通殺啊嚟啊，我做莊啊咁樣，即係咁你冇莊冇人打莊，好難贏大錢噶嘛。不過又冚埋咯，我諗啊大把啊呢啲。咁賭錢係真係一個樂趣嚟嘅，即係你唔係話嗰啲叫沉迷賭博借大耳窿嗰啲啊，即係當我攞一皮嘢出嚟，如果嗰晚輸嘅，咁係一個樂趣嚟噶嘛。係啊，咁而家你冇噶嗱，啱啱。澳門又最新公布了1月7日開始咧，過澳門咧就登記嗰個健康碼咧，就要登記埋個地址。咁何為登記地址呢？就係、你譬如澳門有住址嘅，咁你咪登記咯，要登記翻啦。咁但係如果你唔喺澳門住嘅，你過到去，咁咧就要登記你經常即係呢段時間在澳門、出入嘅地方、活動嘅地方。咁你又要填翻，係啊，冇錯啦。夜總會記仔，咁你。咁你點填打領浴室落去咧？我又真係好尷尬。你過去澳門唔通真係填話食水蟹粥咩？但係唔係，但係一條麻甩佬坐水翼船過澳門係得兩樣嘢做嘅啫。一係就入賭場，一係就浴室打領浴室咯。係咯，係啊。咁係咪即係如果你唔通睇教堂睇遺址啊？睇博物館啊？即係經常性長時間逗留嘅地方，一定係要填埋落去嘅，係咪先？如果唔係你又犯法嘅，係啊。所以其實。
但係到時都要填㗎啦，係咪先？探朋友唔得咩？咩啊？探下菜唔得咩？探得，但你要填下菜嘅地址啊嘛。你邊有咁多朋友啊？咁神心，瘟疫情況底下，你都要嚟到探朋友啊？這個朋友真係好親喎。唔係你填賭場啊，冇所謂喎、啊。跟住我填啊，新葡京啊，金沙啊，跟住咩永里啊，美高梅冇問題啊。咁但係跟住嗰啲咩達令浴室啊，咩一號雲海啊，咩一號會所啊，咁嗰啲係咪都填得落去的？澳門有冇安心出行㗎？冇大鑊咯。澳門有行健康碼的，即係同大陸嗰個通嘅佢自己。健康碼即係通嘅，但安心出行啊，安心出行即係你去邊要嘟一嘟嗰啲啊。冇，邊架的士又嘟一嘟嗰啲啊。佢冇嘅，有記錄喺度。佢主要澳門嗰邊係你嗰、那個手機嗰度顯示你個顏色嘅，好似唔知咩黃色定係乜嘢咁之類，去即係顯示翻你即係某一啲嘅狀態啦，咩檢驗員又好，或者係即係。究竟是不是外國回來啊？咁之類，佢都有呢個規定嘅。咁唔知係咪嚟緊再加強嗰個情況，要追蹤翻你，定預計嚟緊有啲情況啦，會多啲人落澳門，因為而家好多大陸嗰啲都落到澳門嘅。係，不過好慘嘅，因為你講起澳門，突然間我即係心癢癢咧，即係諗翻過去嗰咁多十年啊，或者20年，自董承應該。屋企咪應該係自己儲到少少錢咧，讀書時期出嚟做嘢、讀書嘅時候咧，儲到啲零用錢咧，即係我真係最記得第一次出遠門咧，就即係唔計深圳嗰啲啦，我真係去澳門，即係嗰時讀緊大學嘅時候啊，你去澳門住一晚酒店加水翼船，其實哇真係都幾貴嘅，貴啊1000蚊留下到，真係都幾貴嘅，係啊，仲要住嗰啲咧，夜晚晚咧你會發噩夢咧，見到有鬼嗌你嗰啲即係酒店猛猛地嗰啲咧，哦咩熊貓啊，咩嗰啲係啊 ，holiday 假日喺市樓隔離，唔知點解啫，澳門嗰啲酒店咧特別多呢啲神神怪怪古仔噶嘛，你住嗰啲 cheap 啫，喂大佬，我哋啲窮苦學生，大佬啊，点会住得起嗰啲五星级啊？你住啲霓虹钢管高高挂嗰啲地方啊，哦、即系有女女行开嗰啲。唔系，总之好多灯啊！你住埋啲凹凸凸嗰啲又冇。霉霉臭臭嗰啲系啊。系咯，嗰啲系输家先。哦，系、啊，即系我住嗰时指定话要揾间冇赌场嘅酒店啊！嗰啲原来嗰啲特别多古灵精怪。系有间嗰时冇赌场，好 Q 贵嘅，而家都冇赌场，你咪住威斯汀咯，不如喺黑沙。系啊，咁鬼远，黑沙好远啊！冇赌场。仲要我真系记得嗰时第一次去澳门，其中一个嗰时讲过啦，第一个景点其中一个第一次去澳门嘅时候就要去澳门天主教坟场睇嘛。哦，即系嗰个旧区，哇，靓到真系不得了。跟住咧，最契弟就系佢隔篱就起咗个新区，就搞中国人嘅坟场，哇，就阴森恐怖。因为嗰啲天主教嘅坟场咧，即系我睇到嗰啲好多啲。即係講得難聽啲啦，即係平安夜前又唔應該講啲唔吉利嘅嘢嘅，咁但係有好多嗰啲小朋友過咗身啊，咁嗰啲小朋友嗰啲墓碑啊，嗰啲叫裝飾啊，嗰啲叫做天使嘅石雕咧，其實做得幾好，即係其實幾有即係散道嗰種嘅魅力嘅，即係天主教墳場，即係無線啊！嗱，而家有啲相啊，棒嗰啲教堂相啊，呢個就而家大家視像睇到嗰啲咧，就係、是、過去嗰幾年咧，即係嗱，尋晚又無啦啦就開著個電腦，而、家大家視像睇到呢個就係早幾年街市嗰個嚟嘅喎。我唔係呢個，我就去西安，西安嚟㗎，西安嘅天主教場，澳門嗰個嘅，似㗎、跟住當年仲要係都幾政治敏感嘅情況底下咧，都幾多。公安嘅現場，咁有嗰時去睇西安個教堂，咁、都幾有特色嘅。咁同埋始終你西安都算係嗰時華洋雜處嘅地方啊嘛，都幾多西洋建築。咁啊又有另一張咧，就呢一個就上年啦，就去馬六甲啊嘛。哦，就係呢一個係沙密略教堂。呢、這個咁似西班牙喎。係啊，呢個400-500年歷史㗎啦都。又似澳門嗰、那個咩主教山嗰個。啲哥德式教堂，咁佢就紀念啊沙密略，就去東南亞，咁啊，即係睇翻啲相咧，就都幾唏噓嘅，因為過去嗰十幾年咧，即係每年嘅聖誕前後都一定會行開下啦，同埋一定係23、24號，一定係24號咧出發，嗰日一定係去教堂嘅，即係去當地嘅教堂。
哇，真係不得了！嗰啲聖詩班咧，唱歌都啊，我唔知啊，因為可能嗰啲教堂建築咧係真係有幾百年歷史，嗰啲建築風格同埋個結構咧，嗰啲聲咧，即係啲聖詩唱起上嚟咧，又唔知點解特別係繞梁三日，同埋嗰啲東南亞人，我即係我唔知點解啲東南亞嗰啲人咧，啊唱歌特別好聽嘅喎、啊，即係嗰啲即係啲菲律賓唔係嗰啲菲律賓傭工啊、印尼姐姐嗰啲啊，即係嗰啲女教徒嗰啲音好掂噶嘛，係啊，正啦，直情靚音咯，靚音咯。系啊，真系正到冇朋友。唱嗰啲音好好。系啊，嗱呢个咧就系嗱头先嗰啲咧就系嗰啲西班牙、葡萄牙佬嘅。呢个靓。呢个咧就系英国人。哦，因为马六甲咧头嗰200年俾嗰啲先系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再俾荷兰佬抢咗。再去到18世纪咧就俾英国人抢咗。嗯。咁啊呢个咧就系18世纪嘅时候英国人所建嘅基督教堂。喺边度噶？都系马六甲。哦，马六甲。哦。呢个就250年历史。系系系，喂呢、這个好似都靓，仲用紧嘅、哦，个感觉好似平淡啲，系啊，即系悭啲钱啲，仲、啊、用紧嘅，哦，仲有用嘅，仲系教堂嚟嘅、嗯，即系唔会话好似变咗做景点，死咕咕咁样冇人喺入边做嘢，仲有人用嘅、嗯。但系最正咧就系我另一张咧就1号 number 嗰张相，呢张哇就系啲早几年越南。啊，咁似呢個法國佬嘅教堂，咁似巴黎聖母院。哦，係咯，咁似倫敦係咯，巴黎聖母院嗰、那個。呢、這個就係法國佬起嘅。喺越南。越南，西貢。嗯。西貢即係南越。靚喎、啊，呢、這個。係啊，同埋睇落去張相好細，但係其實入邊好鬼大嘅。嗯。係啊，咁啊冇啦，而咁啊香港咪、哦。香港係咪得翻堅島啊？嗰啲靚啲嘅就係咪？堅島嗱，如果大家唔怕遠嘅話咧。啊。粉岭天主教堂哦，粉岭天主教堂都靓嘅文化遗产，古迹嚟嘅，好、多年嘅，嗯，即系但系而家佢就装修紧，即系大家上网可以 Google 到嘅，就粉岭天主堂咧，系真系靓到冇朋友嘅，系、啊，粉岭系啊，系啊，咪咯，喂阿德哥会唔会、你阿仔仔嗰啲都留喺香港去望下弥撒啊咁之类嗰啲啊，圣诞系咯，去教堂食下女系咯，平安夜啊咁之类食下女仔、啊。咦，阿德哥，咦，唔系赢，掟勾线啊，唔系赢到晕咗，唔系我问你平安夜会唔会去下教堂嗰啲？啊、香港有咩？我都唔會去啊！凍冰冰教堂，即係幾廿年都冇去過咁滯，從來冇去過。唔係咯，喂，我想問一下你個仔，有去過嘅，都係英國學生啦。而家個安排嗰方面會唔會係咯？即係成年都冇上堂，咪都有即係網上上堂咯。白交學費啊！係啊，有啲咪因為我都有同啲家長傾，咁佢哋都話：，唉，冇辦法，成年咧學費照加。咪照交兼加，仲要加錢、啊，好似 10几万一年、啊。唔係你同香港一樣噶，香港都如果係一啲直資學校都有個學費照交，即係周 Sir 教嗰啲咧都可能係直資咁，學費照交，但係跟住都係上 Zoom 啫嘛，唔俾面對面授課噶，全球都係咁樣噶啦。美國嗰啲大學仲要加價今年，仲要加價，係啊，仲要加價，仲要冇得去上堂喎、啊。即係仲係遙距咁上，都要照交過去。白交啫，係啊！你根本就唔喺嗰邊。咁但係為咗我要當面 KO 個教授噶嘛？你而家唔俾我 KO 佢。唔係而家咪變得退而求其次。即係你唔好講話，因為社會運動定咩啦？根本淨係個疫情啊！呢兩年啊，佢哋根本都上唔到堂。咁咧，但係你停咧就冇沙子。即係香港嗰啲學生都係上唔到堂啊！即係學，你學唔到嘢㗎。學習嗰、那個係學習嗰個進度啊、程度啊，去到邊度咧？咁即係實在係。一个好大嘅疑问咯，同埋要同学交流啊嘛，系啊，呢个就好重要嘅。你其实要喺入边通过啲3年4年喺入边去做 project 同人倾偈，你养成一个独立嘅生活。唔、啊、同系又识下唔同嘅女仔，系啦、啊，跟住咧啊，黄色嘅又玩下，系啊，色又玩下，咩、啊、都好。医学院又识一件，跟文学院又识一件，跟住翻嚟同阿爸讲话，阿爸你即系赐俾我嗰支，都系文学院嗰啲最正。啊、你赐俾我一支武器咧，我已经刉咗唔同嘅颜色噶啦。系啊，good boy，good boy， 唔同光谱。系啊，我差唔多彩虹色都 cut 晒噶啦，乜都系。咁而家你冇啦，留喺香港根本死咕咕啊，好难长大啊嘛。就算你譬如4年之后，佢真系照俾张沙纸你，你系大学毕业啦。咁、但系咧，佢个成长比起。即係冇事嗰陣時候咧，就爭啲。咁究竟出嚟爭啲個社會會唔會承受到個壓力咧？因為嗰時我哋俾啲中學老師洗腦噶嘛，就係、是、第一
入到大學咧係唔同層次嘅，你係感受到嗰種叫學習嘅氣氛，即係係啦，即係自由啊、自律啊，感受下咩叫享受閱讀同埋享受學術討論離地嘢，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同中學完全唔同嘅。第二就係享受個校園生活、宿舍生活啊嘛，起碼冇訓導主任先啦。係啦，我未聽過大學有訓導主任。係啊，即係你著拖鞋翻學都冇問題嘅，即係嗰時俾人洗腦噶嘛，就係、是、大學就係追求呢兩樣嘢嘛，一個學術嘅追求，另一個就係同同學之間喺宿舍嗰種生活嘅追求。哇！而家呢兩樣都冇嘅。係啊，阿德哥，咁你個仔仔會唔會有呢方面嘅滯後？唔係，佢喺威爾斯，佢仲喺威爾斯。佢冇翻到嚟啊！佢聖誕都冇諗過翻嚟，因為聖誕翻嚟一定隔離14日噶嘛，你隔離14日。而家廿日。你頭先都講過啦，都一皮嘢咁都又隔離住，咁點啫？係咪啊？搭飛機又都有相對嘅危險，咪叫佢哋採取翻喺威爾斯個隔離方式咯。威爾斯隔離方式就係嗰堆人黐埋就嗰堆人嘅啫，你玩嚟玩去都係嗰堆人，你千祈唔好走去揾啲女朋友，唔好揾其他男朋友。嗰一堆打去佢哋北部，永遠都係嗰堆北部，自己玩嚟玩去咁樣。聖誕都好啲，英超開快車咧，就睇波睇文。聖誕咯，係啊，開快車嘛，多波睇嘛。有好多，唔係正一正一都25號冇㗎，係啊，等佢放好似26、27。復星 day 打完頭兩日咧，跟住就30，跟住1月1號又砌過新年啦、一個禮拜打3場波嘛，英超就咁啊好啲。咁咪咁你仔仔嗰邊而家都即係都凍啦，咁但係啲嘢都正常啊嘛，係咪德哥都？都係啊，即係其實你講到咧，即係反而即係我自己覺得2019、2020咁啊，連續兩年咧，喺2019年讀大學嗰啲咧，佢真係唔知道學咗啲乜嘢。所有學生都其實都唔知道學咗啲乜嘢嘅。2019年嘅就學生運，即係社會運動，跟住2020就係疫情啊，跟住到2021、2022啊，咁都係又係疫情，2021又可能又疫情嘅延續落去啊，咁即係所以。